这里租房吗？花姐，我这个人呢脾气比较急，人呢又差，随你啊。我是刘刚。等等等等等等，姐，早上好。别叫我姐，那我叫啥？小房东。北京的地儿房东最牛了。我不喜欢你。 当然没戏。那您就一次机会都不愿意给人家？我们俩分手了，都成年人了 ，OK？ 是。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来吧，朋友，让我们和你多余的人生说再见吧。 被你的吧，我的早就没了。